白泽，好久不见，没有，没失踪，没失踪。抱歉让你等我了，抱歉，抱歉，我在测试啦，最近还在测试，测试那个退曲的入波会不会有游戏声音。但是测试的结果感觉不太行，原本没有游戏声音，然后有对话第一次，然后第二次录，没有对话，只有游戏声音，然后现在这一次是第三次，看行不行吧，再调整，再调整。好几天吗？没有吧。如果说 DVD 的话，的确没有开。这一次就看看录播有没有游戏声音加对话，如果有就 OK 了。我会把那个完整片段放 YouTube，只是要分上下，P1 P2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只能放 YouTube 了。开始。小丑。哦，我要吃刀了。对，啊，这没窗啊，窗在这里啊。踹门，sorry，我教平稳着陆，我拉去别的地方吧，拉去追，我想说为什么他站着休息，好帅哦，这个造型。我要先走，半醒，没来，他们可以修，我自补一下。哦，什么东西爆的？他要毁灭吗？哇，他往这边拉，你这样我要拉走。不会吧？倒了，又没有回去补那一台哦。那这样有点小亏耶，我以为他会回去补，结果没有。第一次很像是去地下室补血，他补的蛮快的。欸，好像不是，他从视频走出来，第四去救，那我回去补该那一台吧，高进度的，只是不知道他是爆什么，不知道是哪个图腾精，修饰痕吗？毁灭吗？等一下，
没有天灾。亏了，对，他要毁灭。刀这么长啊！回防，毁灭，毁灭加不死吧，我觉得。一四没有去救。哇，来不及了，要持刀救了。可以。交平稳着陆。哇，他是绕这啊？为什么会缓速啊？这一台先修开好了，硬修，用命换。只是他往这边拉，为什么要卡啊，大哥？哇，他没有跨窗，我以为他要跨窗。被骗了，被骗，玩物，玩物毁灭，不死吧？应该是这三个，然后加小丑角还是骑士角？这边有一个图腾，加速啊！靠，破百。嗨，帮补一下，谢谢。尖叫。回一下皮了，好低，呵呵，感谢感谢，运气好运气好，他不防 DH 的，那一台应该开了吧，然后第一台不知道他们开哪里的，哦这边，那中间那一台好像不能修了，要修弹琴。我就知道，修饰痕，哇！我不知道，哇！我玩物没拆，不知道他来了。按一下板，
那个板我不想交。我找一下玩物好了，可能 P 四也没拆玩物，所以他不知道哦。我等他拆，跟他一起补。因为现在半血每个人都一挂，然后只修了两台。这一台应该不能修啊，这一台要留着，要修对面的，不然应该会三连，因为他们第一台在修角落的，然后那一台应该修了，这一台要留着。现在找不到玩物，哇，倒了。我觉得他现在在守，他现在应该在逼我们。哦 ，P 二就服了。来了。他很像是全图腾技，玩物修饰痕加不死，加毁灭嘛，还有一个毁灭，感觉要过来了。对，来了，要先走。这边应该没板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板，主要是我不知道心跳声，我去拉 P 三。P 三很像去拉了，对 ，P 三去拉了。玩物在二楼，我先去拆。这台也没开，可以分开修了。我在上面吊他，因为我有平稳着陆，比较好跑。他们可能没有。哦，对，我都很懒得拿，还是有啦，我现在身上有。我只是单纯玩活动，就是解任务而已。他应该会来找我，他现在在守这三台。所以这边一定要修开，这边不修开。他优势太大了，应该要来了，来了，对，哇，我把他拉走好了，给那个 P 四修，但他应该要去 P 四那里了，那我再回去。这边你要开啦，因为我这边都没修。比较麻烦，这边要开两台，然后那个对面那一台要放着，不然会被守三连。活动就随便玩玩，修饰痕，只是又要找修饰痕就比较麻烦。哇，对，他现在在守。哇，他倒在里面啊，麻烦。他应该去上面，他应该去二楼。先补啊，不补。嗯，有点难打。我觉得 P 二很像还在修那一台，他还没意识到。那这一场可能要输了。然后 P 四应该是修我隔壁那台，我就用这一台吊他。优势人的确修很慢，很懒得去找，但是
在这里，他点的修士城在这。哇 ，PU 要死了，他在外面。这个拆掉，他修士城应该就爆了。但如果他在点，他现在在死追 PU， 外面板下了。哇，他倒在这。远程挂钩，哇，真的修开那一台哦，那没办法了。这台修不开了。嗯，完蛋了，完蛋喽。修饰品那一台，这台偷偷修。他们合修饰品的，现在是二连。那边如果他小手回来守，他就赢了；他没意识到的话，他就输了，因为他可以守这两台很近，几乎。他有意识到我们根本出不去。我这台可以用命换，他来了吃刀修，或者用我的命换这一台。他还没有，那应该修得开。倒在那里，这个门卡九九，然后啊，他二挂了，那没办法救了。但是 P 四不知道在哪，可能要帮他扛一刀。拖点时间，他现在在开另外一个门，应该可以啊，吃两刀他应该开得了。门还是很像有点近哦，其实他可以直接过来我这，只是他应该不知道。看一下，哦，他出去了 ，nice。看一下技能，对，全部屠城技，玩物不死，毁灭加修饰痕。哇，30%哦，这个有点夸张了，30%，一格就30%。那我刚才猜的就是修饰痕，他可能有点两个吧，难怪修那么慢。他们两个技能好像，双排是吗？欸，没有满吗？我以为满了欸，就没有满。
怎么那么久还没准备？都这么高的，You could be the best. 比利，这边没摆，旁边而已。哦，不是比脸啊，我以为是比利，吓死了，又不是。没有封窗，真的没封窗哎、欸。What the hell, bro?比利皮脸不带封窗的吗？我的天，完蛋，我死啊！雷了！我想说他蛮耿直的，想说直直走，跑一半就后悔了。这白色是什么？怎么白白的？哦，他不是信仰，不是信仰皮脸。他会出锤锤的，这复杂地形很适合开静音头脑。对对对，这个墙中间它墙很多啊。来喽，要走喽，兄弟。在里面，哇！倒光光，我往前带吧，我记得一刀刚好。
这边门都被踹掉了。他有小丑脚，他像有小丑脚。我往后拉好了，看他跟不跟。跟了 ，OK。跟的话就绕呗。他好像会藏红光欸。神点板。那距有点长哦，那距有点长，这边没板了，升一个好了。视频版要下，先下吧。啊，要跟窗？那跟错了吧？那这样我那这一波跟窗很奇怪，那不应该跟窗的。为什么会直接封窗啊？太奇怪了吧？不是解了吗？这是发电机哦，在这里。那我修这一台。边哦，这边两台，这边还可以再修开一台，那其实也 OK。那其实他们没有修到三连，代表那边应该还有一台，这边隔壁还有一台，这台应该没开，对。这台硬修吧，应该在隔壁是吧？这边两台了，那一台可以吊他一下，其实也没差了。P 是那一台高进度，去找他修，找他合修就可以。应该在这里的附近，应该吧？可能在后修后面那一台。P3 死了，对，在这里，在隔壁，这台先修开。你死者开关，为什么要放手？手尸吗？有点像哎。对，手尸。
卡了一下。老哥，哎 ，What the hell？ 老哥，这是在这个我这个操作我不懂。这位同学，你可能要留校查看喽。这个 P 二，没关系。哦，主要是 P 四直接走了。Holy bro， 那没办法，他不打算救。莫名其妙就被翻盘了，有点狂。我拼啊，我没办法拼哦，我一挂了，忘记了，没办法拔钩。没错，直接走哎，他直接走。赚点血点吧，因为我要解任务。哎，解完刚好 ，nice。看一下他进。死者开关加银身拥抱，看不出来，可能我小丑角，对，小丑角天灾钩 ，OK。应该是解完了吧？我以为第一场就解完了，结果没有。哎，它不是显示解完了吗？然后还没解完，这个是有显示 bug 吧？但是皮脸不救地下室其实是正常的，因为皮脸很难救啊。所以也不能怪他，不能怪那个 P3， 哎，还是 P4 啊 ，P4 吧。我去上个厕所。
兔女是吧？哇，被他看到了。哦，他不是追我。哦，他有风，受伤风板。在底下。所以这个要提前下板。麻烦了，要挂地下室，没有，没挂。代表他，挂在哪里啊？挂在这，代表他对他的斧头很有自信，应该在上面。对，走下来。走了，我往那边走 ，OK。其实他可以再拖一下，不急着救。我觉得他会回来，他回来了，要走。受伤风板了，我把他带走好了，故意乱他跑回来。Nice， 他看到我，没有打针对。要被发现了，要没办法、啊，那就只能他是打针队啊。一四那一台快开了，一三那一台在那。哦，还有那个暴走族吗？是吗？蹲下加速的那个。Nice， 皮尔跑掉了。不知道他这个封板是封几秒、欸？我记得好像是封25秒吗？很像不是哦、喔， 15 秒吗？忘记了。玩物应该是玩物，所以玩物加受伤封板。然后不知道有没有铁处女，等下测试一下，可能有揭晓黑暗。P 二有那个大逆转，玩物加受伤风板。测一下有没有铁柱女，没有，那可能有揭晓黑暗。目前应该就是玩物加受伤封板加揭晓黑暗，可能吧，应该，很像也没天灾。那让 P 二 P 四合修，我去救。他们应该是修小船那边的。哇，他回防欸，他打针对。欸，走错了兄弟。他可能有手机吧。没有啊，他打头。有打头吗？他往鬼的脸上走，老哥。
可以摸，感觉可以摸。对，可以摸，摸一下。回房，回房了。P 四要去摸，来不及了。对，没错。我以为他有打头，结果没有了。他很像有手机，应该有吧。现在节奏有点小崩，虽然剩两台，他现在在守小船呢，不要看到了。回房，他可能要逼他，哦，救了 ，nice， 这台开了，那边也开了。小船的还没开，我就小船好了。主要是受伤封板啦，这一招有点 OP。他现在在拆图腾，不知道是什么图腾。蹲下，兄弟。这一台看可不可以硬修吧，持刀修。但我觉得应该三连。对，这边三连的，这边应该也没板了。嗯，那不来我这。回修，第一次去找发电机修。这一台是怎样？孤儿发电机。那台也太容易吃刀了吧！我等一下。往视频带吧，nice。哎，我卡了，哈哈 ，sorry， 我雷了，我没看好出口。玩物封板，所以刚才 P 二在拆玩物。嗯，快刀吗？可能他有快刀。现在形势不乐观。P 四那一台好像是在那里是吧？我不确定了，铃声拥抱。所以他有阴森拥抱加受伤封板加玩物，还差一个，不知道什么。第二应该要死了，要直接修，跟着我 P 四。
隔修应该可以开，但 P 二死透了。他这个封超久的，都可以。欸、他跟我想的一样。哇，他过来了，那这一台硬开了，可能出了去一个，勉强出了去一个。哇，我 DH 没出来，我按了说，啊，他怎么在那里？可惜，要放弃了。哦，要放走一个，人那么好。要放我走吗？哎呦，人这么好，感谢他。哎、欸，地道在旁边。OK， 感谢你。Holy bro。感谢他。有点猛。天灾，天灾怎么感觉不出来？阴森拥抱玩物。鲜血之礼啊，对啊，鲜血之礼。那这个应该是要拆，应该是要拆图腾吧。感谢他，给他个赞。天血之旅，对啊，这个要拆图腾，了解了，太久没碰到了，这个通常是带，通常是军团会带啊，对啊，我点了，我点赞了，刚一点，这个很少看到兔女会带这个，天血之旅，所以是15秒。通常碰到这个要通常要提早下板，但是又有点亏。
Oh, we're gonna love this.处女，很像又是他。哎，Yo bro，哎，我刹不了车啊！我已经刹车了，我要回头，然后就刹不了。我已经刹车了，说，那速度冲太快了。老虎，没错。我就要去跟凤鸣手修他那一台。Let's go, bro！ 要帮我补的意思，不能让他白跑一趟。其实我可以卡九九。哦，那可能没办法卡了。啊？哇，被他补起来了。有点惨。哇，倒了。应该有天灾，应该是刚才那一只吧，看起来很像。对，天灾。天灾阴森拥抱加受伤风板，要玩物？哎，他很像换了，他技能很像换了，他没有带玩物。打针队要走啊！哇哇哇！有点崩啊！先修开一台，我去救。哦，那一台应该可以开。要解任务是吧？啊，他们那一台没开。哇靠，亏烂了，真的亏烂，亏到爆。喂，应该是封60秒吧，没有15秒吧。下一个又是加速，这个不是轮流的吗？怎么又是加速？刚才不是有了吗？
13那一台应该是在房内二楼的那一台。P 2好强哦，他溜超久哎。虽然他中间有换了一下目标，他去找，他应该去找 P 4。这一台没进度。喏。P 四不是在那附近吗？救了，回防打针队，那可能要先打减员了。天灾阴森拥抱，剩两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快刀吗？P 四被找到了，哇！哇，倒了，远程挂钩。哇，这个阴森拥抱又要触发，不知道修不修得开，应该是。应该是修不开了，对，差一点。Remember when? Oh, that wasn't you. Never you mind. 他看到了，他看到我了。不知道他这台修开没有？这台没修开。我以为他跟下去了就没跟了。OK。我把他拉走好了。让他修那一台。那一台比较安全。但那边应该还有一台。因为刚才 P 4有在修机，对，他应该在修这一台，我在这边补吧。哇，找到 P 2了，那这样我没办法补了。哎，借用一下老哥。你的医疗包真好用。我等等出去还你。
应该是 P 四的，我记得。那分开修会比较好啊。啊，对哦，我忘记卡九九了，补得太开心了，忘记卡百折，雷了，真的雷了。这 P 又好强哦！啊，他还是倒了。要黄天灾？啊？那为什么天灾慢一拍啊？他现在杀手在解那个撰写点，他在撰写点。然后顺便去寻我那一台。我已经秒放了，然后又回拉的时候，他就爆了，不知道补不补怎么买，应该可以。Let's go, bro。不要发现，哎呦，老哥，老哥。破板了，没破。哎，我 DH， 我 DH 按了。Oh man！ 我怎么突然停下来？我雷了 ，Sorry， my bad。我真雷啊，雷到爆！不要拼地道吧。是不同人，呀哈！他运气真的很好，有点强了这个人。护士眼哦，天生拥抱天灾，揭晓黑暗。哦。
派对宝箱，怎么都是兔妈？怎么连三场都是兔妈、欸？兔妈是有加强是吗？我去照看看好了，不知道照不照得到。哇，来干嘛？哇，他还是倒了。哇！哇，我绕错了 ，sorry。My bad。我真的不会用手电筒 ，sorry。这个 P 3绝对觉得我在闹的 ，sorry。My bad，sorry。哎呦，老哥 ，Holy bro！ 哇，太习惯了，我太习惯绕反边了，就是太喜欢。习惯跟杀手绕反边，模式没切换过来。哎呦，他是看得到我吗？他是有人肉烧烤吗？没错，他一定觉得我是内奸。这可能不能卡九九哎，对啊，他来了，我想要卡百折，但是这一台修开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键盘的问题，还有 shift 会突然消失。因为刚才那一波其实我照了下来的，因为他 P 3已经故意爬到我最近的位置，然后我还往左边绕，我应该往右边绕把它照下来。好远哦，这兔女丢那么远，认真的吗？
原来这就是平常不拿道具的下场，太习惯了。他是有那个气场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？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！靠 ！Holy bro！ 我 shoot 坏了，百分之还坏了，一直卡。我 shoot 绝对坏了，应该说我键盘坏了。快走啊，兄弟！你确定你要在这边绕？这个杀手稍微有点奇怪，皮二不知道在修哪一台，算了，想说去帮他补那一台，我去拿个图腾好了，赚个血点。难怪前面 DH 按不出来，我的 shift 坏了。有时候会卡住，哦，他去选那边。那 P 3 P 4应该都在那边，因为刚才那个 P 2修的那一台，现在最好是 P 4去救，对 P 4去救，但杀手应该在附近。P 4要换，我们这一台不能放，我觉得他有一刀哎、欸。要来了，老哥，要走。他现在有速度加成。这板贴天下。那这样 P 二他死了。因为现在加速。很难预判那个角度问题。来了，兄弟。我回个疲劳。终极武器吗？为什么会尖叫？在你眼皮底下修机，在你眼皮底下修机。这个杀手有点佛系啊，他应该是新手吧？看起来很像。好斧头，
薄斧头。我想说他不会，他会跟我博弈一下，结果没有。哎，他没有压到。另外一个门是在这里吗？对，在这。那应该是来解任务的，解活动任务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活动活动一刀。我可能要自拔一次。对啊，但是那个一刀已经过了啦，他们不敢救，结果是 P3 在救， P3 都二挂了，我要自拔。哎，还可以再等一下。 OK， 他们应该不会救了，我放手。他们站那么远，不救就出去。那手电筒真的是用不好。啊，六三等，你认真的吗？开玩笑吧！要么这个杀手是买账号，不可能啊！这个这样玩成这样，怎么可能是认真的吗？苦涩低语，可能他也是玩开心的，不然他。玩的太奇怪了。铁处女、铁小黑暗、冲突、黄色气场显示，哦，冲突。好吧。怪怪的这个人，好累。这个我明天再解吧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小玩一下。好，那我先下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